你知道本田飞度极速能跑多快吗？这期带来2022款本田飞度 1.5 混动版，今天看下它的零百加速和极速。动力方面，搭载 1.5 升自吸发动机加电机组合，发动机提供98匹综合马力，122匹，匹配 ECVT 变速箱，前置前驱布局。下面先测下百公里加速。百公里加速9.01秒，继续加速，看下极速。视频拍摄于国外不限速高速，请勿模仿。最高车速180，这个极速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